有点奇怪。然后画牌子，工具段，更换制甲师。武器店，工具店。OK。好，这样就妥妥的了。哦，怎么进去的？他说这墙角墙。他就把公寓要改造一下，用这次新材质，太漂亮了！哇，给你，小女夫都帮我展示我的材质武器，那这个很棒，哇，一次一等。哇，没，等级不够。哦，只做一根，这样子就不方便了，是不方便了，所以才做这个东西。哎，看，好看多了。嗯，一看就知道这边是卖武器的，这是工具店。哎呦，我不小心吃了一个马铃薯。西瓜，你要帮我收吗？好像傻住了，他没看过这么高的西瓜，他先别爆满了。还没满啊，还没看到这么高的西瓜，他傻住了，傻眼猫咪。20，然后21，2 ，OK， 全部都做出来了。起点，这里是工具店兼防具店，这舶来品，工具店。舶来品，这里是书店，哦，不是，这才是书店。又有傻子，哎呦，粉色的，那什么，黄金、糖、小麦，哦，好便宜哦，哦，哦。
买饼干。干嘛？这就是这什么啊？这什么奇妙职业？我英文不太好，不知道他什么职业。粉毛的好可爱啊！那好多东西要收，哎，鸡蛋，他收鸡蛋，鸡蛋有用了。咚，卖店。有人在里面。变成公园长椅。OK。哦，这里一个凳子，这里一个凳子，这样就可以坐三个人。小凳，小凳。OK。可爱，粉毛。哦，我右上，一律右上。我们去店。喂。这神之院好强哦！坐。他居然卖纪念品呢！我的天啊！这就是专门交易的店，好多人啊！怎么这么多人聚在这里？这是专门交易的店，就在这里。好多人聚在交易所。哦，飞奔而出。